慈济美国总会和慈济技术学院签订了合作备忘录，确立了建教合作的关系，为孩子们的竞争力铺路。随行参访的美国慈济小学校长感受到这一份家人的情感。在学校的话，不应该跟社会，不应该跟基金会脱节啊。所以像说，我们在老师学院在学习教学研究之余的话，可以把我们的专长哈，把我们的这些心力可以贡献给社会的。签下了合作备忘录，未来慈济美国总会将会提供慈济技术学院的学生寒暑假实习的机会，让学生在不同的文化下磨练自己的技能。